你看到垃圾你不捡，你就会难过啊！真注意一下，大家到底过这个客啊。我们现在开始先巡检。一年365天，然后你要有排班就要出来，不管刮风下雨、乌漆抹黑的，我们还要带个头灯出来。台风雨如果很大，我们就是穿雨衣，就小心一点这样子。好，小心哦，好不好？小心，小心。把垃圾弄掉，把那个闸门拉起来。工厂排放的废液，它被我们踩到，然后比较酸的样子，通报环保局。你看，我们大家拢捡个足辛苦啊，啊，我嘛做个足欢喜啊。可能是一两分钟，可能有影迄个。烟蒂啊，垃圾啊，拢较有臭，就是你还没走到，你就会闻到那个味道，你自然就不会想来了。那溪水有较清，伊啊，即摆拢足济啊，变成是我们的后花园，有的还是早晚都会来这里散步啊。从那个溪里面下来，水稍微脏一点，靠那个植物那个重，可以它会吸入重金属啊，出去它水就很清了。之前的志工他们在捡福寿螺的蛋，捡福寿螺，可是我们现在都没有看到福寿螺，所以这个环境它的改变我们是看得到的。台湾屏风草这个算是我们这边湿地一个标志性的植物，因为代表说我们水质是非常好，才有办法生长出来。去年有一天我来的时候，我竟然发现有萤火虫，我好开心哦！因为我们鸟现在已经变多了，本来30几种，基本上有50多种啦。南方的紫硕带，它也会来这边，那个是在桃园几乎是第一次看到。哦，吸引很多摄影爱好者，大家来这边拍。猫头鹰也是在今年才看到。种莲花的目的是什么？谁举手？它吸那个重金属。哇！好，掌声鼓励！来，这个鸟巢这么小，对不对？那它的小鸟呢，应该是这么大，还是这么小？这么小，答对了，很棒，很棒。我们希望呢，从这个附近的学校培养一些小小的巡护员，然后从地方上扎根。我在过滤水，这个水经过过滤后变得很干净。水过滤之后很干净，我觉得很神奇。希望是说，培养小小巡护员的一个概念，可以影响到他们愿意走上这条路。这是落叶可以做肥料，这是我们刚刚收集的落叶，我们要做落叶堆肥。怎么施肥？好，那个拉好开，哇，那个拉个好对，那个拉，减少那个热色量，才不会那个热色越来越多。刚才切球啊吼。扫扫啊，堆堆规啊，放在桶仔底吼，一段时间以后吼，摕回来回归自然。
心里只是想说把环境用好，这样，因为这是自己的家乡，自己的地方，大家又都是好朋友，所以反正就觉得很快乐，就对了，快乐之功。有人来也有也贵了，感谢你的辛苦哦，我袂啦，我希望我身体永远我会继续。